邓紫棋将呢日出席音乐颁奖礼记者会，获颁国语女歌手奖，近日又被 BBC 选为八大女星。阿 Jam 真系喜事重重啊！其实最近我都觉得有啲忙得滞，但系我又系自己好开心咯，因为每一次做咗一样我自己原本可能觉得冇可能发生嘅事咧，或者我 handle 唔到嘅事咧，咁我突然之间又觉得原来我系得嘅，咁所以我就。又攰，但系我又好兴奋咯。另外提到日前造型师男友阿 Mark 生日，作为女友嘅 Jam 又准备咗咩惊喜呢？其实我净系 po 张相嚟祝佢生日快乐啫，系啦。但系有送礼物嘅，有送礼物，有送礼物，但系我有啲失败咯，因为其实我谂住送俾佢嘅礼物咧，佢早一日喺我手提电话，因为我喺度揿手提电话，佢喺我隔篱，佢及到我谂住送咩俾佢。跟住我心入面已經知道佢及到，咁跟住咧，我就好聰明咁，第二日朝頭早嗱嗱聲走去買咗一份同類型嘅禮物，但係係平好多嘅。咁然後我就首先送咗嗰份平好多嗰份禮物，咁因為平好多咧，所以個款亦都唔係太靚。咁佢收到禮物嘅時候，佢就點解你啲 taste 可以咁差？咁跟住之後咧，我忍咗好耐，忍咗12个钟。跟住我去到夜晚嘅時候，先至送翻個真正嘅禮物俾佢咯。